欢迎来到 Coma Cut， 我们为每个订单提供一件到十万件不等的按需钣金制造服务。在 Coma Cut 平台上，您可以直接从账户菜单中编辑和更新所有账户信息，只需点击右上角的人物头像，用户菜单将展开，以便您可以查看所有选项。用户管理部分可以帮助您同时管理多个用户，并赋予每个用户特定的权限。点击加新用户，然后输入电子邮件并设置他们的权限。您可以授予新用户访问应用程序不同部分的权限，例如创建报价。您也可以让他们可执行特定的操作，譬如下订单。完成此操作后，新用户将收到一封邀请电子邮件。从首选项部分，您可以管理所有个人信息，如姓名和电子邮件，并选择您的语言和新闻订阅首选项。开具账单部分是用于填写公司信息、税收和货币相关信息，请确保所有这些部分的信息都是准确的。对账单部分显示有关已处理订单的所有信息。您可以通过单击导出报表按钮下载每张发票或导出整个报表。